欢迎并继续等下咱健康美丽和人生这部电影，我是今日和莫名出人讲的美好文风。好啊，要来讲到四大部的这个头版进程吼啊，文风家和平来报告一个活动的消息，好、哦、活动的消息啊，咱这个世界佛教的振兴会吼啊，以秉持着一个啊，这个啊，大悲呢，行愿呢啊，这个。啊，无处不现哦！诶，这个啊，行动佛殿哦，就是大悲行愿无处不现，这个精神啊，打造这个行动的佛殿哈、哦、啊，宽德机会活动呢，这个月底对孟阿仔哦来到咱的台南哦，所以会举办呢啊三场的祈福加公益，诶，这个关怀的义演哦，这算义演啦哈、哦、啊，这个行动佛殿这边呢啊。啊，请来这个稀世的珍宝，就是佛陀的舍利哈、哦，这个、佛陀的舍利哈、哦，来供咱这个信众来哦，这个瞻仰供沐佛光哈、哦。啊，这个这波是卡印啊，宽德集合这个活动，唔忘这个佛光遍照咱台湾各地，带来国泰民安、世界和平啊。啊，这个行动佛殿，佛光遍照。啊，环岛祈福甲公益关怀的诸神的义演的活动，哦，台南市有三场，啊，分别伫孟阿仔，哦，到这个十二月初三，哦，伫这个林德的运动公园，哦，十二月三十孟阿仔，一直到这个十二月初三，伫林德的运动公园，那是十二月七号呢到十号，伫个桂林呢公园路七十一号，游泳池的头前的广场遮。啊，这个十二月十四到十七号，在台南市政府英华市政中心，也就是西拉雅广场这个所在，哦，活动的期间，哦，对每天的早时的九点举办的这个机会发挥，需要有精彩的舞蹈的这个表演，哦，啊呀，欢迎这个乡亲信众呢，啊，虔诚呢，啊，来看到这个南部第三世这个、多杰啊，将佛哦，加这个佛陀舍利。哦，和咱这个佛光的堂个加持，和你增强你的福报个智慧。哦，这是哦世界佛教振兴会因为大悲心愿无处不现，而且行动佛殿，哦，行动佛殿，哦，对孟阿仔开始，哦，伫咧林德公园哈，来，这个和平先来报告一下哈。好啦，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到今天四大报的头版新闻消息。世界佛教振兴会秉持着大悲行愿无处不现的精神打造的行动佛殿环岛祈福活动即将在这个月底来到台南，从11月30号开始接连举办三场祈福跟公益关怀义演，行动佛殿特别迎来稀世珍宝佛陀舍利，供信众瞻仰同沐佛光。世界佛教振兴会行动佛殿一步一脚印环岛祈福，希望佛光遍照台湾各地，带来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行动佛殿佛光遍照环岛祈福暨公益关怀慈善义演活动，在台南市接连安排三场，分别是11月30号到12月3号在仁德区运动公园，12月7号到10号在归仁区公园路71号游泳池前广场，以及12月14号到17号在台南市政府永华市政中心西拉雅广场。活动期间每天早上九点举办祈福法会，随后还有精彩的音乐舞蹈演出，欢迎乡亲信众虔诚瞻礼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以及佛陀舍利，让佛光加持增长福报智慧，也为亲朋好友祈福。